局的施工，它的工程其实是发展至上，捷运局至上，将院民的意愿践踏在地上。路桥案立即停工，路桥案立即停工。大平台失职学生，大平台失职学生，可以离开了吧？我已经那个说完了，立即停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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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桥案这个你们在施作的工程是没有经过这边的院民的同意，而且没有经过民间团体共同的实质协商，所以我们现在在呼吁立即停工。请问你是，还是你要请上面的单位来？CA 来了。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告诉捷运局、告诉国发会、告诉行政院有关的相关部会，让他们知道说，院民是非常反对这个路桥案的继续执行。我们要求中央部会立即下令这个工程停工，否则我们将会持续的不断有行动。以前答应我的代志，阿要恢复以前，大门口的大平台吼，人嘛吼，啊恁拢甲阮讲讲的，啊拢无影，啊拢甲阮骗，啊什么要做天桥？哦，啊，搁要予阮安尼坐电梯，安尼对阮搁一摆伤害，安尼敢对？吼，恁有讲就爱有做，啊照讲照行，对不？啊，恁安尼定安尼，甲阮骗，甲阮骗，阮年纪遮尼大，而且阮行动嘛无方便，吼，脚手嘛足歹势。啊，毋忙安尼吼，阮今仔日来遮，啊，阮吼，就诉求就是安尼，恢复以前原貌，吼，大门口的大平台啊，乐生保留自救会跟青年乐生联盟今天呢进来工区这里，要求的就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诉求。其实，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国发会就召开了跨部会的协调，里面呢有交通部、文化部、新北市文化局、台北市捷运局、捷运公司等等的相关部会，由国发会的副主委曾旭正副主委他在主持这样的会议。在会议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跟初步的共识，就是呢，现在捷运局在旁边施作的这个路桥案呢，应该要停止，然后重新呢来协商。我们由民间团体台大城乡基金会刘可强教授跟乐生保救会自救会共同提出的乐生换坡大平台的方案，还有这个方案也得到了中原大学的景观系老师绿兆清老师，他也认同这样的方案才有办法完整的重建乐生，才有办法让乐生这里的历史的意义能够被凸显，重建回来这个万字形的道路，并且让乐生的院民能够使用，非常的重要哦。因为现在捷运局强硬施工的路桥案，院民是无法使用的，将来他在大门口跟中正路的中间会做一个三层楼高的挡土墙，院民要出入要上下电梯，对院民来说非常的反对，非常的反对。然而这样的反对声音，我们在过去不断的在跟政府沟通，跟他们讲，我们以为有机会能够重启协商，让我们坐下来好好谈大平台。我们进来这个工区，我们其实之前是很希望坐下来好好谈的，然而是捷运局不断的施工逼迫我们进来，不得不，院民们年纪也80几岁了，对他们来讲要来到这里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呼吁负责协调重建乐生路口方案的工程会主委吴鸿谋，你应该要现在召开重审大平台的这个会议，让我们院民的心声可以真实的传达进去。跟大家说，我这边有的正式的会议结论，2015年12月22号，乐生院区路口景观复原方案设计案的协调会议，由国发会那边送出来的哈。他说，第一点呢，本会议达成初步共识，捷运机场轨道最多以减无轨为上限，可努力再减。
满足捷运班距尖峰的需求就可以了。第三点呢，是路口呢坡道呢要以院民可接受的设计为原则。第二最后一点是请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台北市的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跟设计单位台北市台湾市西要会同我们民间团体刘可强教授跟他的团队，就前项的共识呢，尽速完成细部规划设计，霹雳后续的程序处理。这样的结论非常的明确吼，也表示当时真的有开这样的会议，我们都在场嘛。对，那这样的会议结论不是很明确的指出说，杜桥案就应该要先不停工，我们才有实质协商的可能，不然这些都是欺骗院民。在去年12月20，应该是22号、21号的会议上，是捷运公司提到说，如果三减五轨在短期之内是没有问题的，对他们营运是没有影响的。但是捷运局没有任何说没有影响，我们特别发了一个公文给国发会，提到说减五轨是有它的问题，对未来营运有些什么影响。所以国发会在今年1月20号再开了一次会议，这一次会议包括交通部、文化部、新北市政府，这就会有参与那样的会议吗？还没有。好，我先说一下，那在这个会议上，好，捷运局特别请示了国发会的主席，当时的主席，我们请示说，那这样的方案在国发会的政府主委他强调说，他会再跟院里面协调这个大平台方案。那我们特别请示说，那在协调还没有结果之前，我们是继续做呢，还是停下来？因为做越多可能会损失越大。我们得到答案很明确，继续实做。这是曾副主委。那你可以现在打电话给曾副主委吗？我想要听到说真的是曾，因为这样的会议是黑箱会议嘛，我们根本就没有被邀请参与。如果你们说都有公开协调，可是却院民完全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样的会议。你说有这样的指示，可是我也完全的不知道。那你到底为我们找谁？我刚刚强调，我因为我是负责这个工程的一个公务所主任。好，那我能够联系到的就是我们捷运局的长官。那我刚告诉你，捷运局的长官没有任何人可以决定可以停工。到底未来路口意向恢复什么样子，他的主政机关是卫生福利部，卫生福利部把这个方案报到行政院去，那前后历经的1年3个月，也绝对不是像大家讲说草草通过。他是在104年2月卫生福利部就往行政院去报的，那行政院在105年5月通过的。那通过以后，卫生福利部委托我们台北市政府捷运局来代办这个工程。捷运局是个执行单位，在委托我们代办的单位卫生福利部，或者整个政策核定的单位，甚至文化主管机关新北市政府，都没有要求我们停之前，我们怎么可能去，我们怎么有办法去停呢？可是院民们之前知道路桥案要施工吗？不知道，对不对？所以那样的过程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居住在这里的人，过去几十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不知道未来这个地方要施做什么样的工程。已经有文化部长龙一台这样等级的人，这样等级的官高官，他就说乐生院是有古迹的价值，应该要好好的进行修缮，并且让这个地方恢复以前的样子，做成乐生院的人权园区。这样的一个方案其实不只是过去的文化部长龙一台提的，后来很多的相关部会都不断地提说，将来乐生院要重建，将来乐生院要做成公共卫生历史一个重要的园区，重要的人权园区。那我们看到这些都沦为口号了。因为呢，刚才阿伯也非常，张文斌阿伯他提到的就是，如果喊得这么高，说要把乐生疗养院的院区做成人权园区，做成历史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要做一个完全不是以前乐生院的大门口，完全没办法让院民使用的地方呢？我们的阿伯91岁还记得这些事情。2002年的时候说拆乐生会把他们盖回来，让他们可以住回去。然而我们看到的是2002年到现在，院民有办法搬回去吗？有办法搬回去吗？没办法。所以那个时候政府欺骗了我们第一次，第二次的欺骗是不断的在地方上造成分裂。当时乐生院民被强迫破迁的时候，政府不断的说乐生院不拆，捷运不通。然后我们看到捷运通车了吗？通车了。捷运局
捷运局通车，捷运通车了，捷运局是骗我们。是。所以呢，政府骗了我们第二次，这一次是第三次。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政府承诺要召开实质的协商会议，让我们的重建方案能够进入正式的协商。然后我们看到，至今已经过了九个月了，政府完全没有召开一次正式的协商会议。